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社区好新闻，我是夏尔欣。接下来透过镜头一块来关心街头巷弄的温馨大小事。导盲犬可以帮助视障朋友行动自如，在训练过程中寄养家庭是很重要的一环。黄小姐今年已经认养第三只导盲幼犬了，除了让家中孩子认识到照顾动物不容易外，也希望幼犬完成训练之后能服务需要帮助的视障朋友。导盲犬 Joy 已经五个月大了，张着无辜的大眼睛看着寄养妈妈，听她下口令，不论是坐着、趴下、站起来， Joy 都做得越来越好。居家生活还有社会化的训练、包括一些说不能上家具，然后不能舔实地上的东西，还有搭乘大众捷运，然后去外面看，就是外面这是个什么样的世界，什么样的情况。黄小姐认养导盲幼犬已经是第三只了，起初是家里的孩子想要养狗，经过朋友介绍认识慧光导盲犬学校，因此和先生小孩一起商量，就加入寄养家庭的行列。然后为了想说让小朋友可以知道说其实照顾狗不容易，所以我们开始先家庭讨论，讨论过大家彼此都有共识了，然后我们就去试着申请。周六日可以协助他做一些分担一些他一些工作这样子啊，对，应该说就像多了一个小孩子的感觉啦。这些幼犬从小知道怎么跟人类互动相处，知道是人类是友善的，然后喜欢人类，然后知道怎么跟人类合作，而且在不同的环境它都可以非常的放松自在。这样的导盲这样的狗狗的话，将来就可以非常的专心又开心的为我们视障朋友服务。除了在家里训练之外，黄小姐还会带着 Joy 到附近的公园走走，逛逛百货公司，让她熟悉人类的生活习惯和环境。大约一年之后， Joy 就会回到导盲犬学校接受更专业的训练。幼犬出生到两个月大的时候就会进入到寄养家庭，然后大概一岁到一岁半之间会回来学校开始做专业的训练。那训练时间的话大概是一年左右，所以大概两岁到三岁之间，狗狗如果顺利结训，那我们就安排它去视障朋友那边服务。其实整个大环境对导盲犬其实不是那么的，就是在台湾啦，并没有那么的好。那我觉得就是能够有机会，然后尽一份心力，然后就去试试看。寄养家庭和导盲幼犬生活相处一段时间，早就建立家人一般的亲密关系。虽然送走时心中还是有点不舍，但是想到导盲犬未来能够服务更多需要帮助的视障朋友，内心就感到十分欣慰。社区好新闻，李佳龙、赖昌邦采访报道。台湾进入高龄化社会，港都电台第24年举办动员港都的爱，以熟龄乐生活为主题，邀请在地熟龄团体带来精彩表演，并和爱心企业共同宣誓打造乐龄城市，希望传达高龄者也能发挥自我价值并贡献力量给社会的宝贵观念。红到不老 Rock 乐团运用独一无二的环保乐器，带来精彩又十分有趣的表演。还有高师大的乐龄社团，成员年龄平均70岁，戴上猫耳朵的可爱模样却不输给年轻人。这是港都电台第24年举办的公益活动，以熟龄乐生活为主题，邀请在地熟龄团体热力演出。现在我们已经慢慢进入老年社会，我们不要讲老年，乐龄社会，几乎呢，像我这样的人哈，我还要在公司做事，我起来我让去做万谈的，但是我现在看到很多这些乐龄的人哈，我接触一些团体啊，大概70几岁、60几岁都还在非常的活动。我们这次港都电台呢，就发现有这个现象之后呢，就号召一下我们所有的第一阶，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我们是不是来举行一下有关于乐龄这些年龄层的人士们呢，一起站出来。港都电台这次举办的青春乐龄总动员活动，由副董事长邀请高雄市政府各单位以及在地许多知名企业宣誓，共同打造乐龄城市。活动现场也设置许多互动摊位，希望能传达高龄者发挥自我价值、贡献力量给社会的宝贵观念。我们不是会务，我们是有力量的，我们还可以贡献我们的精神跟我们的一些剩余的这个价值来服务社会。我想这个是这次乐龄的这个活动的
最主要的，希望大家重视他们。哦，人不是从什么60岁、70岁，年龄没有限制，只要你觉得我自己可以贡献力量，我们就贡献出来了。港都电台这次号召高龄者一起站出来，就是希望可以透过活动让大家了解年龄并不影响能贡献和服务社会的力量，希望市民朋友一起来响应，营造一座友善的乐龄城市。青春乐龄友善城市，赞！社区好新闻综合报道。孩子身心发展很重要，但根据统计，平均每15个孩子就可能有一个是发展迟缓儿，我们称为慢飞天使。凤山早疗中心为了感谢知名饼店长期捐款和陪伴这些天使，特别邀请企业志工来跟孩童与家长一起玩捐印做环保袋，场面十分温馨，带你一起来看看。大手拉着小手，家长带着孩童一起玩捐印。虽然刚开始孩童动作有点慢，但经过细心指导，顺利将颜料涂上网板，没多久就做出独一无二的环保袋。如此温馨的画面，原来是凤山早疗中心感谢知名饼店长期捐款和陪伴这些孩子，特别邀请企业志工跟孩童及家长一起相见欢。从2014年开始到现在，每年参与在我们的伊甸基金会的慢飞天使的关怀活动当中，那提供了经费，提供了各样的陪伴，然后参与在活动当中，让我们的孩子呢从这当中获得资源，可以去做他们的一些复健的训练，做他们的一些生活自理的训练等等，这些帮助孩子还有家长他们可以走得更好。企业部分就一直很关心在儿童的一个教育，其实小朋友也是国家未来的栋梁，那我们其实希望每个小朋友他其实都可以健康快乐的长大，所以我们也是想要支持这些慢飞天使他们一个早疗计划。小朋友跟着音乐节奏开心跳着舞，还互相与同学拥抱，这些慢飞天使活蹦乱跳的可爱模样就跟一般孩子没有两样。虽然他们成长速度比不上其他孩子，但来到早疗中心学习后，在生活自理方面都逐渐有进步。我真的很感谢社会有这个机构，然后可以让我的小孩子在这边受到不一样的照顾跟帮助。之前都是我要帮他喂他吃饭啊，帮他那个什么都要整理东西，他现在都自动自发，而且自己最担心的就是不会上厕所，他自己都会去上厕所了，我就很放心。曾主任表示，平均每15位孩子就有一位慢飞天使，但只要把握6岁前黄金期，给予适当刺激和复健，他们都有机会跟上身心发展的脚步。也期盼透过各界协助，让每位慢飞天使与家长有更多力量继续往前进。社区好新闻，王思武、萧雅欣采访报道。中山工商学生研发开关涂料及球形马达装置，在2018德国纽伦堡国际发明展勇夺一金一银。其中，根据电容感应原理发明出不规则形状的涂料开关，不仅取代传统塑胶开关老化可能产生火花的风险，也兼具环保美化功能，一举拿下全球发明展的殊荣，实至名归。将手来回放置在涂料板的恐龙头上，电灯就可智慧感应明暗，不用再经由手动来开关灯。还有这面看似平凡的七彩面板，同样也是透过触控就能让它响起美妙的键盘乐音。这么具有巧思的开关涂料及球形马达装置设计，都是中山工商的学生研发出来的，让他们在2018德国纽伦堡国际发明展为校争光，勇夺一金一银。知道塑料开关其实用久了之后，它会有脆化的风险。另外一个就是它用久之后，其实因为就是机械原理老化，所以就会有火花在内部发生。那其实我们平常在用的时候不会有什么大的状况。可是如果今天有点像室内如果瓦斯外泄啊，
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有气泡的风险。对，所以像这样子的开关，我们就可以把它改成我们的涂料，那用涂料去做这样的开关，它一方面也比较环保啦，所以可以节省很多这些塑胶废料的使用。学生杨宇翔当初发想的契机是因为同学家中要彩绘墙壁，但碍于传统开关的位置会让彩绘图案的美观受到影响，所以他便和同学一起研发出这个开关涂料，不仅让房间在不影响美化的情况下能顺利进行彩绘，也不阻碍到开关功能。过程我们就花大概半年的时间去尝试有没有方法能够找到一个最佳的配方，然后一直去调制，最后再花3到4个月的时间制作出这样的一个成品。它是液态的涂料，所以你可以把它涂在不管是木头、纸或是墙上都是可以的。然后当你涂上去之后，等它干掉之后，你就可以再涂上另外一层你想要的，不管是水彩，或是你想要贴个贴纸，或是你想要再贴一张海报上去，它就可以直接变成开关。因为就像我们的手机萤幕一样，传统塑胶开关多为机械原理，使用多年后会有老化、脆化等风险，甚至有可能会产生火花。透过这种新型的创意开关涂料，不仅环保，也兼具安全和美化的功能，拿下全球最大发明展的殊荣，真的实至名归。社区好新闻，张世明、萧雅欣采访报道。深入圈里，贴近关心，励志人物温馨故事，就在社区好新闻。继续来关心社区好新闻，带给大家哪些好新闻？路面是否平整，直接影响到用路人的安全。林雅区永康里长蔡长志致力翻修里内不平坦的道路，日前终于完成最后一条道路的铺设。里民们对里长的用心相当肯定，以后出门就可以行得安心，减少意外的发生。林雅区永康里长蔡长志之前致力于翻修里内道路，近期在完成最后一条道路的铺设。而为了翻修这条路，他从去年底就申请经费，直到今年初才核准通过，请来相关单位铺设耐久度良好的水泥路面。永康里许多道路的话都坑坑洞洞，都这样补一块，西补一块，东补一块，这样一直补，然后陆陆续续一条一条的建构下来，全部都翻新，然后这样子在我们巷弄的话，也造成我们许多那个家长还有长辈经过这个路段觉得路平了，觉得他们说对他们的生命安全还得到很大的保障。翻修前的道路不平坦，骑车经过时容易不稳，还有里民在这里扭伤脚过。里长认为修路刻不容缓，所以争取经费，希望能为用路人打造一条安全的路。是啊，你顶争取真久啊，争取到吼啊，这原本有定是一礼拜要做好，唔过五天做好的时阵并无通路啦，因为惊去用到歹去，到经过三天才互人通。做了真平，啊嘛，予台人真方便安尼。这路即马拢安尼，较真平啊！大家迄款迄落，啊是讲开车啦，啊是讲骑机车吼，啊是讲迄个行人啦吼，拢真迄落真拢加真方便安尼啦。里长的用心争取，为永康里营造了更安全便利的道路环境，里民们都相当感谢，以后出门就可以行得安心，走得快乐。社区好新闻，张世明、萧雅欣采访报道。你有想过我们的排泄物也能带来效益吗？辅英科大和高一日前共组微菌虫联盟，希望结合双方经验，共同优化微菌虫的植入技术，并且建立完整的粪便银行资料库，加惠社会。你有想过我们的排泄物也能带来效益吗？辅英科大老化及疾病预防中心在60周年校院成果展中，和高一共组微菌虫联盟，要共同致力提升南台湾微菌虫的植入技术。这个中心呢，主要是现在针对一个非常热门的主题，就是如何让益生菌啊能够植入到这一个胃肠里面，使得一个人能够健康啊，使得一个人能够
有更有活力。研讨会上还用行动剧演出个案病况，说明一位90多岁的阿公因肺部及尿道感染，每天拉肚子十几次，后来诊断是因为细菌感染引起的伪膜性大肠炎，于是医师将粪便里的微菌虫植入到病患体内，终于顺利医治。老年人如何保持这一个青春，维护青春非常重要，就是如何让他的一个胃肠的菌相能够恢复到抑菌比较多，抑菌种类能够使身体健康。微菌虫联盟由高一和辅英科大结合双方经验，共同优化微菌虫的植入技术，并建立粪便银行资料库，开发微菌虫应用与技术服务，加惠社会，期盼在不久的将来能成为医学上的一大进步。社区好新闻综合报道。台湾更生保护会成立73年了，期间透过志工的协助，辅导许多更生人改过自新，迎接新生活。有鉴于许多更生人在重返社会的过程中遭遇挫折，今年开办圆梦创新贷款以及家庭支持服务方案，希望给予更多正面力量，帮助误入歧途的更生人重新站起来。更生保护节庆祝大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更生人保护志工以及优秀辅导个案上台接受上级单位的颁奖表扬，感谢他们的努力与付出，为社会注入正面力量，帮助曾经误入歧途的更生人重新回到社会展开新生活。就是要唤起社会呢，能够继续的、持续的来关心呢我们这个更生人，让他们呢在社会上能够来接纳他，不要歧视排斥他，那他可以勇敢地站起来。在高雄分会担任过主委，也是资深更生保护志工，服务长达10多年的蔡素珍，今年获得特殊贡献奖，接触的辅导个案超过数百人次，深深了解每件误入歧途的个案背后都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希望社会大众能够发挥正面力量，再给他们一次机会，帮助他们度过人生灰暗期。感受到更生人受到我们的帮助，他们燃起的那个希望，那带给他们很大的力量，我就觉得这是真的社会上很需要，那也希望说有更多的人来关心这些人，然后因为救了一个更生人就等于救了一个家庭，然后可以减少家那个社会的一个伤害。曾经因为在学校被同学霸凌误交损友的陈昭宪，因为贩毒入狱服刑长达6年，期间他痛失和亲人见最后一面的机会，也深深悔改，更发奋图强读书学习，终于在家人的支持下从经营茶叶再出发，并且成为今年新出炉的特等茶王。帅气的外表看不出曾经是警方头痛的犯罪人物。昭宪希望以自己过来人的经验，真切影响这些误入歧途的朋友们，不要再做错误的事，也不要放弃自己重新来过的机会。其实我们还是社会上还是很多关心我们的人啊，不是家人，我们还有一些更生保护会的团体，然后公益团体等等的。其实当我们有能力的时候，我们也希望说能够在人家空虚黑暗的时候，我们能够伸出援手，尽量的去，其实就是有个关心，有个关照，让他至少在心灵深处不会感觉到这么空虚，然后去做一些非法的行为这样子。有些呢是纯粹靠自力更生来创业成功的，有的呢是我们贷款给他，他呢能够很仔细的、很会打算的把我们的贷款放在他的事业上，而且有成的，他也可以转化为去协助辅导我们的更生人，这样呢更生人帮助更生人，那呢会更非常有意义。成立73周年的台湾更生保护会，目前约有志工2000多人，长期协助政府推动更生保护工作。今年大会创新规划圆梦创业贷款、建置幸运草网络商城，以及开办更生人家庭支持服务方案，希望帮助更生人获得更多的支持，重返社会，迈向崭新人生。社区好新闻，李正道、黄兰君采访报道。
乡下耕作，朴实又快乐，但都市也能种菜，你有听过吗？前镇区主席里长林金良，为了让社区长辈有充实快乐的老年生活，向台糖承租荒废空地，规划成数十等份后，再提供给里民耕种，打造出一座开心农场，带你一块来看看。都市机能便利，但很难体验到朴实的生活乐趣。前镇区竹溪里长林金良，为了让里内的长辈有快乐的老年生活，向台糖承租了他们的荒废空地，将一分半大的土地规划成数十等份后，采登记制，让里民承租后自己种菜，打造出这个开心农场。我是讲啊，这开垦哦，里民去使用啊，吼开垦哦，但是开心农场啊，大家。但啊个美化环境啊，大家个啊，透早透暗过来再摘一个有机的蔬菜啊，感觉这做这小意义工作。丝瓜、茄子、莴苣等各式各样农作物，都是长辈们自己种出来的。年纪大了，生活变得乏味。开心农场诞生后，他们每天多了巡菜员这个重要任务。作物熟成后，还能带回家煮来吃。阿公阿嬷都从中获得了很大的成就感。少年老伙啊，咱会当来遮交流啊，活动筋骨，反正足欢喜安尼。开心农场真的就像名字一样，为社区长辈带来开心。认养土地自己耕作，不但能让长辈多多运动，防止智力退化，也成为他们生活中的最大乐趣，为孤单乏味的老年生活增添新的趣味。社区好新闻，张世明、萧雅欣采访报道。政府推动长照 2.0 政策，相关的照顾人力需求量大，由政府委托民间开办的照顾员培训班课程一推出，名额就被秒杀。有学员是婆婆带着媳妇一起参加，还有人是为了自己以后的需求而报名。主办单位希望透过130个小时的密集训练，帮助学员培养专业的能力，学成之后还要通过考试取得证照，成为长照产业的生力军。教室里座无虚席，学员在老师的带领下认真学习如何帮助人体正确摆位。不要小看这些动作，要帮助卧床者起身甚至躺下，都有许多细节要注意。政府为了推动长照 2.0 政策，扩大人力需求，开办职前训练课程，吸引许多民众报名参加。年纪最轻的只有23岁，刚从大学毕业，也有婆婆媳妇一起参与课程，希望未来不但能够照顾自己，也能够服务人群。年大的时候一些毛病会来嘛，啊，我们也有家人要照顾啊，所以说我来学这边也可以去帮助人家，也可以帮助我自己。因为我们自己本身也都会老，希望自己老的时候也是这样子被人家照顾的，对，需要有一个专业度。他们非常的热心，想要投入照顾服务员长照这个区块，所以说这个是目前一个趋势。那因为就是政府长期也来推广，那因为我们台湾就是面临少子化以及人口老化的趋势，所以说现在很多的老人需要我们这个长期照护的一个生力军来投入这个资产。由劳工局委托民间办理的照服员职前训练班，规划130个小时的密集训练课程，从基础的家务处理到专业的服务技巧，让学员按部就班学习吸收，完成训练后还要接受考试，通过后才能够取得证照，正式投入长照服务产业。上完课以后呢，我们还有就是就业媒合的课程的一个，都会大概都会找三家以上的一个类似长期照护的机构单位啊，然后请他们来跟我们这个学程的一些学员呢，来面对面的来看看，就是说能不能进一步到他们机构里面去上课，然后发挥他们所长。值得一提的是，从七月开始上路的喘息新制度，希望能够帮助主要照顾者多分担一点时间，但是需要依照失能等级来申请，对有经济压力的家庭来说可能起不了太大的作用。一天最多的也给你是3个小时而已，那而且家属在整个照顾当中，他一定要等于是离开职场，离开职场的话，他的收入等于是少了一份收入啊，而且他要照顾生理压力，还有经济的压力，所以对安家来讲，说实在一点，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为了弥补喘息时数的不足，协会有意发起筹募喘息基金，希望帮助更多有需求的家庭度过漫长照顾岁月，减少身心灵的负担。社区好新闻，张世明、黄兰君采访报道。以上就是今天的社区好新闻，感谢您的收看，也祝福观众朋友天天都有好心情。我是小小新，我们下次再会。